嘿，亲爱的，还好吗？我好想你啊。一直以来，在这段感情里，我一直都是比较被动的那个人，习惯了你打点好一切，摆在我面前，习惯了你在我耳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，习惯了被你照顾。正是习惯了你的好，所以才会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乱了阵脚。不过也正是这样一段难得的时间，让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喜欢你。就如霍乱时期的爱情说的那样，无论何时何地，爱情始终是爱情，只不过距离死亡越近，爱就越浓郁。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算起来，我们已经快两个月没有见面了。以前总是听你说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痛苦，也在这个时间段真切地感觉到了，即使隔着1000公里的距离，睡前的最后一秒和醒来的第一秒，最想见到的那个人还是你。在你那里，关于我的一切都不是一个省心的话题，你会在换季的时候比妈妈还早一步地提醒我多穿衣，会在我迷茫无助的时候抱着我安慰我，帮我想好解决的办法，也会在我得意的时候及时地提醒我，掐灭我嚣张的小火焰。承蒙你长久以来的照顾，让我什么都不用想，也可以安心地做自己。疫情一开始，你就处处帮我找寻口罩的购买渠道，学着我双十一的架势，抢着那个比北京买车摇号概率还低的口罩。怕我觉得无聊，就在抖音上找着一个个搞笑视频发给我。直到我晚上睡不好，就在睡觉前给我讲一个个暖心的小故事。你说被我需要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我也想像你一样拥有这样的幸福。一个月前的情人节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你在的地方连快递都进不去，我连准备好的礼物都没来得及给你送过去，而你却订了一大束的玫瑰花，偷偷地让快递小哥送到了我家楼下。你说所有的节日都要有仪式感，这样才更能深刻地感觉到被爱。我查过了，3月14号白色情人节也是一个节日，关于它的传说有很多，我很喜欢它的寓意，这是一个回馈的节日，也是疫情过后的第一个节日。虽然你从来都不会抱怨我给你的不够好，但是我知道在爱情里面我们都是一样的，渴望被爱，渴望得到肯定，渴望得到回应。而这些被我忽视的细节，我想全部让你感觉到，让你知道我也一样很爱你。那些因为疫情没能进行的活动，我们都在这一天弥补回来吧。我会穿过1000公里的距离走到你面前，把这段时间一直憋在心里的想念一股脑地说出来，把两个月分开前因为车站人多没能给你的拥抱还给你，把一个月前因为疫情没能交给你的礼物亲手送到你的面前，然后用余生的陪伴回馈你给我所有的温暖和感动。关于3月14的故事好像一直不像2月14那样多，但其实3月14是圆周率的开端，就像这个不循环的小数一样，这个节日只是一个开始，未来的日子还有更多的美好等着我们一起去创造。
就像这首小诗中说的那样，三月已开满鲜花的世界，爱情也许有更美好的期待。红玫瑰你收到了吗？二月十四那个难忘的日子，没有在老地方等到你。三月十四号来了，在这个白色情人节里，我许下许多心愿，想在春光灿烂的时刻实现。只有初见，回忆却在蔓延，就像夜晚的点点，连我的梦境都变甘甜。我愿意为你放弃曾经那些年少轻狂，不去再管所谓流浪或者远方，只想在你身旁把这情歌慢慢唱。送你三月的风，六月的雨，九月的风景，大雪漫天飘零，做你的嫁衣多美丽。送你每个梦境，每次清醒陪伴的场景，曾经那些年少轻狂，不去再管所谓流浪或者远方，只想在你身旁。